搞什么？你看啊。好，各位媒体大众，我们到第三这个部分，希望赠送给我们的蔡总统，因为蔡总统非常重视文创，所以希望我们在文创的整个路上能够开创更好的未来，是不是？大家掌声鼓励。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蔡英文总统非常接地气来到我们的地方，包括五庙新济宫，还有西来庵，还有大港寮大兴宫。那四间庙其实当时候都透过我因为主委董事长他们希望说可以由总统来赐匾，所以呢在大概总统当选过后，他们就已经都把匾额都准备好了，一直期待我们的蔡英文总统可以下来亲自接匾。那今天终于让他们如愿以偿，然后也感谢总统非常辛苦，今天一个下午要跑四间的庙宇来接匾。那我们希望说透过接匾，其实很清楚蔡英文总统也很重视宗教文化，他也希望宗教文化是一个净化心灵，让地方能够有一个信仰中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相信由他的动作，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尤其今天包括五庙新济宫，